中秋节前夕，黄福旗党部黄荣华之党的第七区部特别来到了富里乡吴乡村的文旦柚果园，在联系会议同时呢，还可以和党员来一起分享文旦柚，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小农。中秋佳节就快要到了，黄埔新党部黄荣华之党部第七区特地来到布里乡的吴江村文旦果园，联系会议的同时也能够跟大家分享文旦柚，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小农。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异地来做会议，第二季的干部联系会议，同时也因为在这个地方刚好适逢到中秋节，所以文旦的采收季节，也让我们的干部能够到果农的果园去体会采果乐。其实最主要来到这里也是异地办理第二季的联系会议，刚好遇到中秋佳节的前夕，所以大家也都齐聚一堂来采柚子。黄埔新党部黄荣华之党部每一年都会透过联系会议让大家聚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佳节时光，这次遇到中秋节更能为今年的中秋佳节画下美好的回忆。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